右边的那个后脑勺痛啊，右边那个后脑勺痛啊，后脑勺一个沸点在旋转，对到这边旋转，旋转，然后看到一片那个一个城市的那个啊，这边有点高楼啊，有点高楼啊，一个城市景象啊，然后看那个大的和尚说哇，然后开始那个卷呐、啊，龙卷风啊，龙卷风啊卷的。建筑物塌掉了啊！里边那个两个连在一起的两个湖啊，湖水啊全部卷没了啊，全部卷没了啊！卷没了以后，然后开始放了一些大柱子啊，表示人人平等啊，人人平等。然后从此以后，然后人家看到一个很明显的。一个大雕像在那边啊，大雕像竖在那边啊，哎，这个就是后来固定的一个场景了啊，把这个王朝就彻底摧毁掉了啊，把这个王朝彻底摧毁掉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